中国大陆才刚挺过新冠肺炎，各地却豪雨不断，引发了水患、土石流等灾害。华南、华中等地全都成了汪洋，现在连甘肃也惨遭洪灾之苦。更罕见的是，青海、甘肃南部等地竟然还下起了八月雪。大桥向后漂移，然后在河里惨遭灭顶，瞬间消失在眼前，让人不寒而栗。站在高处的民众急得对底下的人大喊，眼看土石流就要把人卷进去，真是触目惊心。十号开始，豪雨又狂灌中国各地，四川、甘肃、陕西等地都被淹没。大雨过后，山洪爆发，让许多人流离失所，很多的居民都还困在屋顶上等待救援。整片的山壁崩落，土石往下冲刷，堵住了道路，让居民进退两难。地方就站的有几个那个村干部啊，都跟我们挥手啊，说前面要塌方塌方。光是水患跟土石流肆虐还不够，下暴雨的前一晚，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区以及青海地区却下起了八月雪，转眼之间酷夏变成了寒冬，从十几度、十六七度降到了零下了两度、一两度左右。虽然青海地区三不五时会下雪，但是八月飘起大雪还是头一遭。2020年对中国来说，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好不容易摆脱了新冠肺炎，正想要喘一口气，却又有洪水来接力。现在还下起了八月雪，网友打趣说：“虽然想让2020年赶快的结束，但也不需要这么刺激。跳过了秋天，直接就进入冬天。”综合报道。热浪来袭，日本连日飙高温，连动物也受不了。东京品川水族馆有一只企鹅不跟同伴下水游泳消暑，老是定格站在泳池旁。原来是它早就在水池边发现了一块最凉快的地方，坚持定格在池边吹电风扇。照片里，企鹅呆站室外泳池边，一动也不动，眼睛还眯成一条缝，看上去十分享受。最近，一名日本网友在东京品川水族馆意外捕捉到这一幕，并上传网络，引发热议。原以为只是碰巧，没想到记者实际走访，竟有意外发现。あちらのペンギンですが、1羽で佇んでいます。这只企鹅依旧直挺挺站在池边，像是定格一般，让人不禁纳闷，室外气温高达30度，怎么不跟同伴一起下水游泳消暑？难不成是在耍孤僻吗？上から扇風機で風も当たってる。左の方からちょっと涼しい風も出してますので、真ん中よりも左側扇風機があるので、あの辺りがやっぱり一番涼しいのかな。原来这只企鹅正在独享凉风呢。其实这只企鹅今年五月才刚出生，还不太会游泳，吃饲料。不过它够聪明，找到池边最凉快的地方，头顶正上方左侧都装有电风扇，凉风迎面吹来，轻松摆平酷暑。近来日本频飙高温，这群企鹅最爱在池边游啊游，弄得浑身湿哒哒后再上岸吹电风扇，如此一来凉快程度翻倍。不过这只小企鹅还是动也不动，霸占最好的吹风位置要消暑一下。文小兵。南韩疫情也再度拉警报，六天内全国新增病例超过了1000人，主要是集中在首尔地区，其中又爆发了教会群体感染。短短五天，爱滴教会确诊数已经达到438人。南韩疫情严峻，爱滴教会牧师全光勋无视政府防疫禁令，15号照常举办大型聚会礼拜，牧师也没戴口罩就上台。新冠病毒因此散播开来，超过400名教徒中招，牧师本人跟妻子以及秘书也一起确诊。사실 6% 신도들의검사를고의로지연시킨사실이아예없을뿐만아니라오히려당국보다먼저나서서조치를취하였습니다。18号凌晨，爱滴教会更出现防疫破口，一名确诊的教友从郭州医院开溜，还把手机关机躲避追踪。警方跟警医单位锲而不舍，正展开追捕。명단이부정확해서모든교인들을찾아격리하는데어려움이매우크고아직검사를받지않은교인도南韩教会不把防疫当一回事成为常态。今年二月，大邱新天地教会爆发严重群聚，5200多名信徒确诊，爱滴教会一样不受控，大量确诊。专家担心可能重演新天地教会事件，确诊案例像滚雪球爆发开来。拥有56万信徒的汝矣岛纯福音教会也传出多起病例，也有信徒确诊逃跑。另外，我们第一教会也累计确诊126例。
教会群聚连环爆，南韩当局面临巨大考验。杨振平编译。纽西兰最近疫情反扑，连美国总统川普都来关心。川普表示，纽西兰疫情大爆炸太可怕，但是美国确诊直逼550万大关。川普用大爆炸来形容纽西兰的疫情，也让纽西兰人非常的感冒。纽西兰总理阿尔登也忍不住回呛，纽西兰的疫情跟美国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美国总统川普不按牌理出牌，17号在明尼苏达州展开快闪式造势活动，除了批评对手拜登，也不忘关心全球疫情，尤其是纽西兰。You see what's going on in New Zealand? They beat it. They beat it. It was like front page. They beat it because they wanted to show me something. The problem is.Big surge in New Zealand. 川普表示自己总是 IP 防疫不及格，批评者更爱拿纽西兰当防疫模范生，指责他做得不够。如今纽西兰疫情复燃，川普像是抓到把柄，在造势场合酸言酸语。It's terrible. We don't want that. 不过美国新冠肺炎确诊数直逼550万，纽西兰确诊数不到1700例，这口气纽西兰人咽不下去。New Zealand's 9 cases.In a day does not compare to the United States tens of thousands, in fact does not compare to most countries in the real world. 纽西兰总理阿尔登漂亮回击，反呛川普没有资格用大爆炸来形容纽西兰的疫情。阿尔登更直言，明眼人都知道，美国光是单日确诊就破万例，纽西兰虽然出现防疫破口，但总确诊数也不过1000多人，拿纽西兰跟美国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Obviously, it's patently wrong. We are still one of the best performing.Countries in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COVID. 纽西兰每10万人就有0.44人死于新冠病毒，反观美国每10万人就有5.21人死亡。纽西兰的防疫成效，美国望尘莫及，也难怪阿尔登会对川普的言论如此感冒。林奕琪编译。明天就是鬼门开了，嘉义县新港奉天宫依照已经有百年的传统习俗，在鬼门开的前一天进行了封钟鼓仪式。接下来这个月不敲钟鼓，不放鞭炮，也不诵经，避免惊吓来到阳间接受普渡的好兄弟。敲鼓3次，庙方依循年度传统，在鬼门开前一天进行封钟鼓仪式。奉天宫董事长何达煌亲自用封条绑住钟锤，再将鼓楼关上，贴上符令，牢牢封住，完成封钟鼓仪式。封钟鼓之后，农历7月整整一个月都不能放鞭炮，也不诵经，直到过完鬼月，在农历8月1号早上5点才能将钟鼓重新开封，展现妈祖慈悲，普渡众生精神。每一年的7月，哦，咱的好兄弟啊，拢会出来探亲，哦，放出来一个月。所以咱的新港的妈祖自古早以来就讲，这袂使甲差哩，爱甲保护。进入鬼月前的封钟鼓例行公事，源自本港天后宫时期，至今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今年又碰上新冠肺炎疫情，庙方也特别举办普渡斋坛，为信众消灾祈福，祈求疫情早日平息。记者嘉义综合报道。来看到这个在网络上讨论度超高的画面，只见一整团的旅客在游览车上，每个人都敷着面膜，坐着闭目养神。原来这是导游为了能休息一下，索性面膜大放送，果然换来了耳根子清净，也引来大批网友留言说，导游真的是高手中的高手。游览车上旅客全都敷着面膜，闭起眼睛一动也不动，车内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这场景乍看还真的是让人吓一跳，但先别紧张，这其实是导游出奇招。印象中跟团搭游览车出门玩，导游大多都是唱嗨歌带动气氛，但却有网友在脸书社团分享这样的画面，原来是导游为了耳根清净大放送，一人一面膜。一般都是唱歌嘛，就还蛮新潮的嘛。这个导游很有智慧，这样导游比较安静一点。资深导游就分享，要让旅客在游览车上冷静下来，有3招：法式吃品或是讲解景点风俗民情，都能吸引注意力。但最有效的还是发保养品试用包，让客人去试用啊。如果他喜欢的话，那就他可以去。买这样子。导游透露，带团客经常都会送试敷面膜，不止可图得片刻安静，更有30%的旅客试用后都会购买，一举两得。网友也大赞导游真是太聪明了，30张面膜换来30小时安静。更有人幽默回应，还以为鬼门提早开，窗帘要记得拉好，不然会吓到人。超狂带团法，开启车上静音模式，意外掀起热议。记者张梦红、郑伦台北采访报道。